祝福節的贊助人郭兆林先生，有請三位。今日是一個開始的日子，我們還這麼榮幸有一隊這麼好的公民足球隊來到一起參與，我們祈求你呢，就是藉著這個節日呢，讓我們能夠更加能夠將福音傳遍這個社區，同時是讓我們在今次這個每一場的比賽都能夠表現到萬事都是有你的見證的，俾我哋身體健康，乜嘢都咁順利，感恩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唔該曬幾位嘉賓，有請你哋。好，唔該曬兩位球員。五號是班號喺度接，佢一號有杜比。多謝為大家介紹呢一場波啦！呢一場波就係國士堡足球會對住公民。睇開個波先，國士堡足球會。
仲有次，哇！又高又大隻。